40岁以上女性在家就可以瘦腿。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个6分钟的训练，加入到你的平时的训练当中去，而且在家在床上就可以无需跑跳。现在就来跟我一起做吧。第一个动作就是一个侧卧的抬腿，咱们要跟这儿做4个动作啊，所以保持好这个姿势。然后你可以垫上一个东西，或者在床上也可以。然后一条腿在下面的腿弯曲，在前面那条腿注意绷直以后，让脚跟朝上去震动，所以这个动作就是侧卧的震动，然后不用抬特别高，然后这种小的一个震动幅度就可以了。腿要伸直，尽量是脚跟朝着天花板震动，不是脚尖儿，脚跟能向下，会感受到整个的一个腰胯，包括你的臀腿都会锻炼到。如果你要是脚尖朝上的话，只会锻炼到大腿前侧啊，所以这个是锻炼大腿后侧。减脂特别好的一个效果，特别好的一个动作，慢慢的跟着震动，咱们做30秒钟，一共12个动作，每个动作30秒钟，一共只有6分钟。好，坚持，加油，无需抬特别高啊。30秒钟之后，稍微歇一点，然后咱们现在来做画圈，向前画圈，不用特别大的圈，就是小小的画圈。现在已经感觉到腿非常累了，尤其是这个臀部。臀腿都会练到，这个动作也是做30秒钟，进来就来跟我一起做，已经感受到酸了，非常好，注意呼吸，还是脚跟朝上，哎呀，已经非常酸胀了，脚跟朝上，好，30秒，现在已经觉得应该是臀部一侧非常酸胀，现在可以稍微休息一点，下面一个动作就是大抬腿，刚才小抬腿，现在是大抬腿，向上，还是脚跟朝上，注意保持平衡，手推着腿，一定要脚跟，然后身体成一条直线，也不要前踢后踢，还是直接向上。哇，这个动作真好，现在已经感觉非常的酸胀了，是不是你也有同样的感受？注意呼吸，我也是在挣扎，咱们一起挣扎。30秒做完了，下面一个动作是怎么样？交叉的一个抬腿。现在把腿放在这个前侧，然后抬这条腿向上抬，这是锻炼大腿内侧非常好，但是尽量去向上。慢慢来，小幅度的震动。坐下来，但其实是非常非常酸，别小看这30秒钟。慢慢去抬腿，身体保持平衡。这就是练腿最好的这个训练，就给大家。好了，咱们现在一侧做完了，现在就跟着我，可以稍微小休息一下，然后做另外一侧，然后换。这个动作真的是太好了。感觉到非常酸爽，保持好平衡，一侧腿弯曲，这样，注意是脚跟朝上，就手扶着这个胯，脚跟朝上，大腿伸直，慢慢小幅度震动。小休息一下，已经是酸胀了臀部，然后现在开始画圈儿，刚才说的一样的动作，保持圈儿。刚才做到这儿，已经是非常很酸了。如果你做对了的话，坚持，只有30秒钟。你跟我一起做，看我一起来挣扎着。然后下面是怎么样？大抬腿，哎呦，现在已经是很想停下来了，
非常酸。小腹运动都非常好，高抬腿。身体呈侧面。酸胀，汗已经出来了。第八个动作，因为刚才重复两边了嘛，还是这个交叉腿，然后这时候抬你的另外一条腿，非常好，伸直向上抬，向内方面抬，这是锻炼大腿内侧。可以绷直，或者勾起来都可以。可能绷直了，感觉会更好。向上，向内侧。第九个动作是臀桥，咱们就臀桥保持在这里面，然后这手可以放在两侧，这时候去臀部抬起来，咱们就保持在这个地方。然后收紧臀部，因为刚才咱们大腿的这个外侧、内侧，包括臀部都已经锻炼到了。现在要锻炼是大腿的后侧，是吧？大腿后侧，包括臀部，包括这个腰腹核心的地方，特别好的地方，保持30秒钟。这个膝盖不要打开，不要打开太多了，双脚稍微分开就可以，保持这个感受臀部的收紧，包括大腿后侧的收紧。让咱们这个整个臀腿都会锻炼了，全方位的，前后左右。呼吸30秒钟。第十个动作是后抬腿，这个时候一条腿跪在地上，一条腿伸直，然后向上去抬腿，保持呼吸，核心保持紧张啊，核心不要震动太多，就是用这个臀部带动腿部向上去抬。前侧包括臀部都会练到。最后一个动作，第十二个动作就深蹲加箭步蹲的动作，所以咱们先是双腿与肩同宽，然后打双脚打开，然后做一个深蹲，然后再向前做一个箭步蹲，再做一个深蹲，换另外一条腿，箭步蹲，膝盖一定要是向外打开，不要向内扣啊。注意呼吸，锻炼的大腿前侧、大腿后侧，全方位都会练到。当然也会练到，包括臀部。希望你刚才已经跟我把这个6分钟瘦腿在家瘦腿给做完了，现在已经感觉到这腿这酸胀，浑身这冒汗，真的感觉特别特别好，一定要加入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去。因为我知道40岁以上女性问到我最多就是如何我瘦这个大腿啊，大腿这个肉的大腿前侧、大腿后侧等等，怎么样去瘦腿？这个训练真是特别好。当然了，如果你也是40岁以上女性，想完成自己彻底的完美蜕变，包括精致的手臂、马甲线，想穿这个泳衣、比基尼啊，去海边，夏天就要来了，包括这个瘦腿、美背都可以拥有，怎么办呢？你就是一定不要错过了我接下来马上就要开始的这个紧锣密鼓，现在正在准备当中的开始这个7天的一个免费的讲座，就是给你准备的40岁以上女性彻底完美蜕变到底该怎么做，如何吃，如何练，如何自我激励，包括自控力、习惯培养，全都会教给你，也是我过去健身14年总结下来的精华经验，帮助了1867名女性彻底完美蜕变，用的方法我就会教给你。其实你离好身材已经非常近了，我想让所有40岁以上女性
都能感受到我所感受的，就是健身给我带来的变化。你也可以，你可以掌控自己的身材和人生，可以活出最真实的自己。你想做的事情，想去哪儿，想穿什么衣服，想跟谁在一起等等，你的梦想都可以完成。一切从健康开始，有了健康就是银行存款里面的一。我总是说你有再多的零，有再多的钱，房子车子等等，是吧，健康没了一切都白搭。所以健康是咱们最重要的，我也是在这儿传播这些正能量。如果你没有加入，现在还可以报名加入我这个7天培训，在下面留下夏日蜕变四个字，关注我的团队信息就可以了。我期待在培训里面见到你，让所有人都实现自己。